T11 nya. Hmm? Ayo, ada带伤啊。再来个。再来一个。小子，干什么进来的？我问你话呢。我问你话呢，我。还他妈瞪我，哎，还他妈瞪我。小子，你别以为装死狗就能够蒙混过关了啊！见了我们铁头老大，你还不下跪磕头？嗯！别那么多废话，给他拉过去！过来！我让你磕头，听见没有？磕！大哥，怎么处置这家伙？这小子不好玩，拖走！走！过来！你们两个就在这里打，你们两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人可以出去，开始。你给他块肉。嗨！吴影，你给我好好养伤，迟早轮到你的。把他们带回牢房。嗨！快走！老大
拿着啊。哎，老大，快吃吧。小子，识相的话自己交出来啊。好啊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救不了人家。娘儿，别上了，草！你吵什么吵？无影，谁是无影啊？无影，起来，起来，干什么？起来。把袖子挽起来。我凭什么替你这死汉奸呢？少废话，让你伸就伸。江，姚副官，值班首座，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啊，值班首座，周参谋长让我帮忙寻找夏云峰。我认为，这个人现在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你说？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人抓着了，而他还没有暴露，所以我想把监狱排查一下。好，你这个方法不错。谢谢。这里排查完了吗？新来的几个犯人我都已经查过了，但是没有找到胳膊上有纹身的。你观察的还挺仔细的。好吧，照这个方法继续查下去。嘿，你帮我去把那个人叫过来。嗨。怎么样，你的伤好一点没有？看样子应该好多了。我们所有人都在盼着你的伤快点好起来。你什么意思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把这些人都带到比武场上去。好。
把他带过来。好。赤膀案，你什么意思？听说你们新四军很厉害，所以我今天想看一看你能不能打得过我们皇军。老子打你们鬼子兵一个能打十个。有上十个，你们所有人都听好了，一起上去跟他打。赤膀案，以多欺少算什么本事？刚才所有人都听到了，是你自己一个人要打十个的，我成全你。不要怕，跟他们打，他们人越多就越要主动出击，只有这样牵着他们的鼻子，你才有可能打赢对手。哼，说得好，给我上。嗨，thank you.
你们有很多人是刚来到这里，还不知道我们这监狱里面的规矩。这里不是监狱，是比武场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这里天天比武。如果说你们当中有任何人赢得了所有的人，就有资格跟我们皇军过招。如果能比得过我，我就放他出去。包括你。把门打开，把韩江给我放出来。是。不用了。你昨天上午不是来过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难道你在这里有什么发现？是属下无能，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。昨天我在找线索的时候，把钢笔落在警卫室了。不就是一支笔吗？派个人来拿就行了，还要亲自跑一趟？实不相瞒，这支笔是我老家的女人送给我的，我怕弄丢了，所以亲自来取一下。哼，看不出来姚副官还是个重情义的人。对了，赤坂少佐昨天不是也来过一次吗？怎么今天又来一次啊？哦，我陪黑木兄来看一场好戏的。好戏？有没有兴趣一起啊？好啊。你们都知道，只要有人能够打败所有的犯人，最后再打败我们皇军的勇士，就能够获得自由。你们谁先上来挑战？杜师傅，您不上吗？哼哼。你们这帮人平时不是挺能的吗？怎么现在都怂了？放屁！老子先来！开门！敢跟我打？谁来出战野狼？是不是没人敢跟老子打？来啊，上来！有人敢跟我野狼打吗？没人敢跟我野狼打，那就是我野狼赢了。小子，你别狂，老子来会会你，开门。
赛开始。本场比赛，野狼胜。我给你安排的这出戏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过瘾。不过。我更想看到无影上场。我跟你想的一样。石元君，把无影叫出来。嗨，把无影放出来。上去。你们都听着，这个新四军很能打，你们谁要能够打败他，统军大大有赏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你听着，咱打不过那姓韩的，还不拿他的人出出气。哎，是啊，我来。好，上来。加油，老大。老大加油。你可够狠劲。比赛开始。
本场比赛，吴影胜。这小子还有两下子，我希望他打赢所有人，最后让我来亲手打死他。现在台上，谁要是被打出局了还敢动手，这就是他的下场。剃头，老大，老大，你醒醒啊！吴影，老大，你打得很精彩，以后每到你上场，我都会过来捧场的。记住。你要好好的活着，因为你最后必须死在我的手上，啊！好了，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，明天继续。姚副官，怎么了？觉得今天的比赛不精彩吗？很精彩。本场比赛，韩江胜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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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下一场。江野狼无影，他们四个人是这两天的胜者，最后的决赛由他们来比。等一下我们用抽签来决定谁是谁的对手。对上杜建刚会是什么结果呢？
吴影，明天有好戏看了。你的对手很强大，我要看看你究竟是怎么被别人打死啊！今天的四强赛第一场，韩江胜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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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接下来进行第二场，有吴影对阵杜建刚。走，小伙子，啊，你出去后一定要多杀鬼子。杜老先生，您放心，我出去后一定多杀鬼子。嗯，哎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想送你一程。杜老先生，咱们可说好了，您可千万别手下留情啊！你出去后会比我有作为。干什么？听我的，没错。走吧。我觉得吴影一定不是杜建刚的对手，看他最后是怎么死的。比赛开始。
掉了，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。如果有人敢学他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明天比赛继续，你无影对着你韩江，是最精彩的决赛，对阵的双方是无影、韩江。你们双方的胜者将有资格和赤坂哨所或者黑木哨所过招。比赛开始。黑龙会内奸的事情，我已经转告鸠山君了。鸠山君怎么说？他要我把这个夏云峰押到成田仓库去。好，马上把他押走。嗨，把他押走。嗨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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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等，我也要去。你去干什么？我去领赏啊。这个人是因为我才暴露的，我给你们立了功，我不应该领赏吗？你这个猪脑袋，竟敢跟皇军讨要赏钱！其实吧，我早就知道他是黑龙会的，所以我才撕开他的袖子让他暴露，而且我还知道很多黑龙会的秘密。你们不让我去，不怕我泄密吗？无影，你要清楚，我们皇军想杀死你的话，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我们会怕你吗？黑木龙，你就是个王八蛋。无影，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
他带走。带走。嗨嗨，走走。无影，你想出去可以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只要打得过黑木少佐，我一定放了你。夏云峰给你带过来了。竹内雅夫，哦不不不，我应该叫你夏云峰才对。没想到吧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，这叫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鸠山，你别得意得太早了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，你们早晚都得滚回去。笨啊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。史延君，辛苦你了，请你回去替我谢谢赤坂少佐和黑木少佐。好，告辞。我等这一天很久了，今天我会亲手杀死你。黑木等，我看你是记性不太好，你忘了当年我们师爷和我们陆大哥是怎么把你打下山崖的？今天我让你再死一次。别怪我没给你机会，你去死吧。
说，我该怎么处置你呢？随你的便。很好。本来我想要把你大卸八块，仔细一想，你也是个不错的对手。我决定仁慈一点，给你来个痛快，我就把你的脑袋砍回去。我们黑龙会绝不允许有叛徒存在。废话真多，要动手就快点。嗯，不算话，无耻！这里我说了算。Yeah.
薛子一定替你报仇。
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搜他身。上去吧。我到对面的病房换点药。走吧。用右手轻轻地把口罩摘下来。原来是姚副官啊。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个便衣已经被你打死了。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要把你给引出来。没想到你这么聪明，最终还是没有逃出我的手心啊！啊！把手举起来，转过身去，快！
醒醒啊，黑魔少佐！战斗！停！前面就是十字铺的村口了，准备进攻。黄歇军先上，是是，我们殿后，我来。就是十字铺后山的山口，我们等一下就在这里埋伏，等新四军撤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开火！就是这里，给我开出一条路来。嗨，跟我来。
没有。哼，我知道他们在哪儿，跟我来。今天要送你上西天。
吕木大卫，吕木大卫，白三他们，八嘎！虽然我们把十字部给占领了，但还是让这帮人给跑掉了。少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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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铃木大卫他。小鬼子，你们可真够王八蛋的，连自己人的死活都不管，老子告诉你，敢动一下我就把这炸弹扔了一起死。小二，走。追，等一下，他们手上有毒气弹，现在追不方便，赶紧通知山下的石人和美惠子，让他们准备进攻。就算是没有毒气弹，我们也一样可以打进鬼谷山。嘿，别动，别动，都别动！你们把枪都给我放下！你们的老大和大小姐都在我的手上，谁敢造次，我要了他的命！日本人攻陷了！哼，日本人已经攻上来了，文物已经拿到手了。洪大炮，留着你也没用了。
为大当家报仇！都给我听着！现在你们的大小姐在我的手上，我看谁还敢放肆！我要了她的命！都给我退下！闪开！不要动他，先把他留着。值班少佐，文物都已经找到了，全部都在这儿。好，把他们都杀了！畜生，你们都畜生！住手！先别杀他们。少佐，这些土匪个个凶狠无比，留着都是祸根，为什么不全歼他们？我知道这帮土匪都会死，但现在留着他们还有用，有人质在手。现在在外面的新四军就不敢冲进来，明白了吗？
现在文物到手了，外面还有那么多人质，但现在新四军在外面包围，我们出不去始终是个麻烦。少佐，要不咱们先趁人质突围吧？不用，咱们只要做到安静的等待就可以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在出发之前，宫本司令已经交代过，我们攻打鬼谷山。 其实只需要5个小时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出去的话，他自然而然会派兵来攻打这里。到那个时候，新四军就一个也别想出去。队长，红衣他们全被鬼子抓了当人质，我怕他们挟持人质从这里突围。 他们不会冒险突围，只摆是在拖延时间，目的是等朝阳城宫本的救兵。如果我们撤了，这所有的文物都会落在鬼子手里，鬼谷山的弟兄全得被鬼子杀了。如果我们不撤，一会儿鬼子的大队人马全都到了，我们一个也跑不了。听老子的，速战速决。刘伟，你们这边，夏儿，跟我那边。好。 Thank you.
原来老子这些炸药是给你们吃的，现在只能给你们听响了。封起来。少佐，文物既然到手，我们该怎么处理？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火速送到大日本帝国去。嗨，快点。
灰姑娘，别！赵一夫，你这个王八蛋，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你为我爹报仇！这一刀是为我爹的，这一刀是为了鬼谷山的兄弟们的。先撤，赶紧报告宫本司令，说这里情况不妙，请求支援，快去。嗨嗨，小二、彪子，你们干掉他们，我跟影子留下来对付赤坂。队长，可是别废话，赶紧走。Thank you.
不行，这样你会更危险的。快，执行命令。嗨。归于尽，你们也别想离开鬼谷山。赤坂龙一，老子告诉你，这是中国人的地盘，你来中国就是来侵略，老子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。小鬼子，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